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作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所以荃威嗰个过程呢、这个嘅当中，慢慢越嚟越揾到佢自己嘅角色啊，因为佢知道石安最重要嘅咧，已经唔系恩高，因为恩高慢慢即系我可以话自己走有一个自己装自己嘅弹弓啊。吓，点为之装自己嘅弹弓？我就梗系一早就希望即系最好控制荃威做主任牧师啦。咁所以我将我自己倾囊相授啊，每一次佢想问嘢，我都教晒佢。但系结果咧，就因为我拱晒俾佢，杀咗一个好嘅田地咧，我收翻一百倍。所以短短几年之内咧，差唔多每一样本身除咗领事啦，因为领事我完全依赖晒阿子明啦，所有荃威劲过我嘅嘢咧，我都超越咗佢，因为我杀种。吓，呢个真系装咗自己弹弓都唔知道，因为我就完全冇私心底下希望佢做我牧师，但系结果当佢肯学，我又肯教咧，结果我嘅成长太快啊，快到咧根本系我后屘都发觉咧，根本如果我叫阿荃威做主任牧师或者要个个礼拜讲道咧，佢又辛苦，弟兄姊妹又辛苦啊，咁教落去，咁所以变咗喺头嗰十年当中咧，佢慢慢揾到个角色就系、是、一定唔系做讲道者啦，吓一定唔系喺石安当中寻找呢啲嘅启示啦。而系咧，反而成为我的保护者，因为佢第一就系话佢即系感同身受啊，因为最攻击我嗰个就系佢前任牧师，佢亲眼见到咧呢、这个前任牧师每一次对我哋搞一啲嘢啊，一阵间又话即系又是双水事件最疯狂啦，到时吓佢亲眼见到就系话，当我遇到呢一啲要执行要处理嘅时候咧，我直情根本系就算我做到嗰篇主日啊，但系都好辛苦，精神好萎靡。即间粗讲完嗰篇主日，哇，都完咗之后都头痛，而其中好多时嘅头痛系嚟自嗰个主日咧嘅前或者后咧，有人捣乱啊，即系所谓捣乱，有啲嘢走埋嚟话懒个结识我啊咁样啦吓，咁因为如果讲捣乱，即系相信水之后更加恐怖啦吓，因为嗰啲走咗嘅学生甚至要查，走去骚扰埋我仔添，读书嘅地方，你能够想象几疯狂啊，系咪咁样、啊？但我又需要咧，比普通牧师咧更一个更加清新嘅环境。咁你能够想象，咁所以荃威喺个过程当中，佢好珍惜我分享嘅信息，佢希望越多一分钟越好吓。咁所以变咗咧，佢就开始成为呢个保护者啦。咁事实上，你哋会发现咧，由天国比喻之后咧，我嘅信息越嚟越可以长到啦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咧，我哋终于建立到一个咧能够保护到我嘅属灵生活嘅一种嘅状态。呢种状态导致到咧，我预备嘅信息咧就可以越嚟越丰富啊！神俾我嘅恩赐啊，越嚟越强啊！所以甚至去到我哋开始讲二零一月信息嗰咗紧咧，时不时嘅主日信息可以四个钟嘅，你发觉吓、即系叫做对出边教会嚟讲好得人惊噶嘛，随时吓，因为四个钟、而嗰啲启示好多时都系前无古人嘅，每一篇吓，咁、所以变咗喺后嗰十年咧。荃威就可以话系完全系确立咗咧，佢就成为我个保护者啦。其实如果冇荃威嘅话咧，我哋教会唔会存在一啲前无古人嘅系统嘅。啊，即系无论我哋嘅长务啦，无论我哋后屘喺96年嘅时候出现嘅 secure 系统啦，因为实际上96年之后咧，如果唔系有荃威嘅话咧，即系我都唔止讲分享过一次啊。如果唔系有荃威嘅话，呢间教会系唔可能存在嘅。即系直情我系做唔到你哋嘅牧师嘅啦。因为直情我嘅生活系嗰种嘅叫做私生活被摧毁嘅程度咧，个心境嗰种被摧毁嘅程度咧，系香港直情真系好多呢一啲衰人咧，丧心病狂嘅牧师咧，谂住灭咗我哋呢间教会噶嘛，系咪？咁但系佢哋系识都知噶，你要灭呢间教会咧，系一定要导致日华讲唔到道，系导致冇咗呢个日华啊，又或者日华身败名裂。咁当然啦，佢哋直情做到我身败名裂啦，系咪？但我有仲继续讲到道嘅话咧，咁佢哋直情系最主要就要使到我讲唔到道，或者系导致弟兄姊妹摒弃我咁样吓。咁所以变咗喺当时嚟讲，我私生活受影响嘅程度咧，我相信你想象都想象得到吓、即系知道96年嘅事件，就算你当时未翻石安都知道石安，咁你能够想象我私生活受影响嘅程度系几咁疯狂，系咪？咁所以变咗嗰阵时我都提到就系、是，如果唔系有荃威嘅话咧，因为荃威系由。头嗰十年开始建立呢个嘅叫做我哋聚会嘅时候嘅系统啦，至到慢慢建立一个 secure 系统，完全保护我嘅时间，保护我嘅私生活唔会受呢啲人嚟干扰啊。因为当时直程系会，你见到啦，真系会租啲的士，
我翻教会嘅时候咧，系直成喺条桥度头尾截住，然后扯开个车门去影相，咁样喎、啊，聚会前、啊、就系聚会前、啊，你能够想象，谂下嗰种破坏，嗰种因高破坏，我嗰种生活嘅程度系去到咩阶段啊？即系日以继夜遇到呢一啲咁嘅情况，咁但系问题就系有呢个系统咧，就导致到咧我能够继续落，因为我冇因高同埋冇神感动，我唔会上台讲道嘅。所以变咗我所需要嘅喺时间上嘅受保护咧，系远远超过一个所谓正常嘅哎呀牧师嘅，因为嗰啲牧师根本上都唔知讲乜，系咪或者佢重复又重复。但我唔系啊嘛，我嗰个礼拜冇神嘅感动，我系唔讲噶嘛。咁而有神感动嘅时候，我聚会嘅形态可以突然间变噶嘛，即系呢个系不嬲有嘅现象嚟噶嘛。咁而事实上喺当时啊，就因为咁咧，所以变咗所有，因为全福音第一身经历啊，所以变咗咧，即系经历就系话。是有人是要这样对付日华的，是有人是这么无理底下这样做的，而并且他还要在那十年当中，头那十年他亲眼见证，只要日华的恩高越强的话，那种丧尽天良的攻击啊，就更加严重了，即是直成是那些人是憎恨那种恩高，是憎恨这种启示的恩高，所以变成在头那十年，全部对称所有人都是一定会慢慢让他们管理关于长务啊、秩序啊，设立的所有系统都是完全源于权威和他的对一慢慢产生出来的。那就是保护了石安呢，我们现在这种所谓属灵的生态环境呢都是这样设立出来的。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，我们是很被呢这些邪灵的憎恨人，而 是用尽他们一切的方法呢去破坏和毁灭我们这间教会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作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人何想趁私地，神最温馨爱情，常令我心醉，情每刻记心里。神常牵引伴随我踏过崎岖，愿我能尽意跟主脚步去，向着前万里乘风去，全毅力勇气往天国迈去，愿我能持手中百宝盔，凭上帝话语朝标盼望奔跑去，沿路稳握就莫将是累。